这一集大使今天下午搭机离国，前往沙烏地阿拉伯旅行的时候，各国的外交使节以及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很多人都在机场等行程。这一集大使本来是外交部常务次长，在我国外交界人士中素以经营战略著称，而且人缘很好，在担任外交部次长期间和各国驻华使节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，他也很受他们的推崇。这一次他奉派出使我国的反共盟友沙烏地阿拉伯，将有助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。